好啊，我要放手了。嗯。哦、oh. ，Hello，TJ 妈妈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舒压的东西哦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些，我们来看看，看看燕燕妈妈今天买了什么东西。呼吸器还有光碟片啊，这个是啊、哦，这是我们玩游戏的啦，它就是一个弹簧绳，看两片光碟片，然后放在里面中间，就像那个拔河一样，你要晃的晃的看。光碟片朝向哪一边？如果光碟片先到对方那边的话，表示对方输了。超多的，好恐怖！那包包我可以直接这样倒吗？嗯哼，好嗨啊！好可怕哦！哇，好湿哦！塑胶管。细的，它可以用转的转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变长，然后就变那么短。可以绑辫子，好像有点难呢。这边刚刚一个夹子夹起来，你看，然后可以编辫子。我以为它可以粘起来，结果它不是，它是这样软 QQ 的，然后不会粘，然后这样拉。欸，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弹墙壁耶？它不会粘墙，它不是那个弹跳手。你看，可以拉那么开，不知道被这个打到的是什么感觉呢？要不要把你爸来试试看？好啊，我要放手了。嗯。啊呜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痛哦！有粗的，有细的，一样啊！好有趣哦！这在干嘛？我大概买了，你看它会动啊，会动感觉。不动感觉，我怎么快掉出来了？我都很疗愈。林姐姐会不会说很恶心？很像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感觉。然后再搓汤圆哦。真的是鸭鱼妈今天的虾皮开箱，拜拜。